好，欢迎收看玩具屋。今天呢，给小朋友们带来了《海格小纵队》巴克队长和他的孔雀体娃哦。罐装里面有巴克队长，还有一艘非常漂亮的绿色孔雀体，有螃蟹，还有小鱼。这边还有兔兔兔、比医生。这边是巴克队长驾驶了他的魔鬼鱼艇，这是一艘黄色的魔鬼鱼艇。哇哦，看起来好酷啊！这面有巴克队长和他的成员们，这是一个可以发射的玩具。巴克队长的关节都可以动哦。好了，现在把玩具拆出来，给小朋友们玩一玩。玩具全部拆下来，小鱼拆下来，还有子弹。先看看巴克队长，巴克队长的头可以360度转动，胳膊和腿都可以动。再看看这个漂亮的孔雀鱼艇，它有眼睛和嘴巴，很漂亮的一艘孔雀鱼艇吧。后面是玩具的开关，按动这里就可以发射子弹了。还有三个轮子，轮子都可以转动。还有一只小螃蟹和一条小鱼，里面有三颗子弹，装进子弹玩一玩，装进魔鬼鱼艇里面。一共有4颗子弹，好了，子弹全部装进去了。进攻巴克队长试一试，他的准确度怎么样？可不可以打到巴克队长呢？他的尾巴就是开关哦，推动尾巴发射。子弹发射出去了，没有打到巴克队长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发射了。哦，没有打到巴克队长。对准了巴克队长发射，好，子弹装反了，装好孔雀鱼艇。要把子弹拿这面平面的朝上装好，继续攻打巴克队长。打到巴克队长了，哇，看到了吧，巴克队长终于被击倒了。好，再试一次，这次让巴克队长坐在这边。装好子弹，把子弹全部装进去，攻打巴克队长。一起数三声就开始发射了，1、2、3，瞄准巴克队长发射。啊，子弹全部弹射出去了，没有打到巴克队长。再把子弹装进去，好，对准巴克队长。出击，
次把巴克队长打倒了，哇，很棒，很好玩的孔雀鱼艇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